父母再不远行，那就带着父母一起远游。带着老爸老妈旅行整一个月了，我的最大感受是老爸太节省了。上周老妈说，老头子你这鞋呀，别要了，太旧了，去店里买双新的。老爸算是同意了，我们一家三口走了几家店，老爸看上两双鞋，问了一下价格，一双206元，一双270元。老爸扭头就走，还不让我去付款，就是嫌贵。作为女儿，必须要满足老爸的小需求。之后我在网络上偷偷的买了两双，这两双都买了。两天后老爸去取货的时候，虽然面无表情，但回来后可开心了，反复试穿。我总说72岁的人生，年轻时过的苦，年老后尽女儿最大能力满足父母的一切需求。因为你养我小，我养你老。爱你们，老爸老妈。我是靠谱的张小姐，正在带着父母游云南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吧。咋样，老爹，喜欢哪个？白色的。哎呦我的妈！